怎么带上？你要做我女朋友吗？头发看到我好白呀！大家好，怎么在上？欢迎收看全新的相亲节目第二季 Season 2。耶！你们一定在问我，小智 ，Denise， 你跟我讲上一集是最后一集了吗？错了，那个只是 Season 1的最后一集。今天我们开始了 Season 2第一集。哈哈哈！哈。哦，哎，你怎么在我车上啊？就从天上变下来。好，你是谁？介绍自己一下。Hello， 我是 Sherry。Sherry 是加丹·洛维。我就是他。So， 你是洋人啊？是。你不是？是混血。哦，你是混血儿。哇、wow， 恭喜你，你是这节目的第一位混血儿。啊，说你是混什么血啊？我的爸爸是德国产泰国，然后妈妈是华人。哇，三血。你会讲德国话？不会，会听一点。英英讲看。你讲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。In German。Guten Abend。Sherry， Hi。Guten Abend， Dennis Lim。到泰语。萨瓦迪卡。真容易。偷来什么？多少钱？哦，妈妈是 Maggie 面很重要。我知道，我们这里妈妈也是直接吃 Maggie 面的。不是 Maggie 快手面的泰文叫妈妈。妈妈。啊哈 ，OK， 所以你怎么会来我的相亲节目的呢？我也不懂啊。哦，是不是被我骗了？好像是。今年几岁？看起来像几岁？你看起来好像，到处洋人看起来都很成熟啊，很早熟啊。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，我今年18岁而已，永远的18岁。你97年呢，21岁。永远的18岁。你刚已经告诉我了，21岁。你刚刚也讲你18岁啊？你跟卡卡同年。嗯，很好。那个。想哭吗？不想。OK， 我们继续。所以，你要做我女朋友吗？啊？OK， 来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的问问题环节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就问我一个问题。OK， 先问我。你先问我。OK， 我先问你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我石头剪刀布， okay。 石头剪刀布，所以你开始先。输的问。OK， 我先开始问问题。请问 ，OK， 你现在单身吗？对吧？嗯。你现在单身，你有急着找男朋友吗？没有，顺其自然。哦，顺其自然。OK， 当你问我问题。shit， 什么 shit？ 你刚才这样讲了。你现在有急着找女朋友还是已经有女朋友了？我没有女朋友，我本来急着找女朋友，可是过后就变不急了，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爱情不想没有意义了。这么严重？对，不想讲也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已经讲了。其实也蛮不错的，你觉得怎样呢？
这不会是你第二个问题？可以继续讲下去，继续讲下去。你觉得单身？我觉得单身就是很好，只是有时候少了一个人一起吃饭，东西不可以叫太多样，有点难过。那下次你需要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。你吃的多吗？我吃的多。确定？也可以把你吃下去。好累啊，我要睡觉一下。下日暑假到 Louis， so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想要在几岁结婚？几岁是你想要结婚的年龄？三十啊？哇哦，三十。你的德国家族都是三十岁结婚的吗？没有，有些很早就结婚。就你会想这样子结婚，很多女生就可能大概在24、25岁这样子就要结婚。因为我觉得30岁才刚刚好嘛，就你知道你30岁的时候我已经37岁了嘛。25岁。OK 啊，25岁，如果你们男朋友不愿男朋友的话，我就娶你。你跟几个女孩子这样？我跟很多女孩子这样讲啊。如果你在错了，没有了，我对爱情没有希望了，我已经放弃希望了。这样到我问了。像你有没有考虑过喜欢男生？就是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有没有在跟任何一个你的朋友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心里有小鹿乱撞？对不起，没有这样东西。我对男生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还是很喜欢女生的。下一暑假到了，你是混血儿，你会想找回混血儿吗？还是随便什么儿都可以。对，什么儿都可以。你能够接受的年龄大你几岁？最大。可能30多。哇。三。就说你可以接受到大你12岁的男生。哇好。你喜欢比较清纯型还是火辣型的女生？可爱型。看得出来。可爱耶。可是火辣也不错啊。你是火辣型吗？不是。你是什么型？清纯啊，你要讲。不是。这你是什么型？我是。美人型。你觉得我们接下去再 develop 下去，我是你的 boyfriend material 还是 best friend material？ 我觉得可能是 husband material。啊！哇！Yes， 很好的答案。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结束这个相亲节目了，这一集是最后一集啊，因为我们要结婚了。太快了、慢慢来，不要慢慢 develop 吧。可能那个。你觉得我们需要先做朋友多久先？可能在第二集相亲节目又爱上别人。OK， 来谢谢我们的 Sherry 暑假的 Louis， 来愿意参加这个尴尬相亲节目。全新的第二季第一集，我们请大家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们下一集要找谁来相亲。Yes， 他讲和平处，和平，讲和平处。peace out， 在German 你会讲啊？我不会。讲拜拜，拜拜也不会讲。不会，拜拜就拜拜啦，那边也是讲拜拜。哦，原来拜拜哦。拜拜。拜拜，和平处啊！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